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啊，这个男性45岁，每年立秋发病啊，发过敏性鼻炎啊，严重的时候就能哮喘，一动就浑身汗出，遇冷气则喷气连连，大便偏软，舌体胖大苔薄腻，这个你们猜用什么方子？哎，其实这个典型症状很典型，往往我跟你说，玉屏风散这个病人的这个症型啊，实际上是挺典型的。通常这一类病人，他都有一定的特点，有一定的相似性。你们记住，这样的病人常常出现在一些大的事件之后。这些大的事件包括什么？包括大手术，包括放疗、化疗、重大打击这种，他的身体极度衰弱的这种重大事件以后，他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我以前这个。治一个肺癌化疗以后，他就用这个玉屏风，他就表现不顾，他就老感冒，所以往往出来他原型往往很少，原型出现这样的人啊，就是很少，往往是重大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他的症型很有特异性，他的这种感冒往往不发烧，烧不起来啊，他烧不起来，他就已经没有办法通过发热的这种形式来消耗这些病原微生物了，因为太虚了。这个呢是一个皮肤瘙痒的一个病例，就是说这个女性她就是老年性的这个皮肤瘙痒啊，56岁，她处在更年期以后，每年秋分之后皮肤干燥，周身瘙痒啊，并没有什么斑疹，你看的都是搔抓的一些血痕啊，那么就看着都掉的都是淋血啊，那么舌淡苔薄少津，那么在养血润燥的这个方剂基础上，我让她吃点猪皮冻啊，这个感觉后来效果还挺好，最后她爱上猪皮冻。特别喜欢。秋季腹泻，秋季腹泻属于湿热类的呢，与暑季的这个腹泻的治疗方法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不讲，不是没有这一类了啊。哦，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呕吐泄泻啊，呕吐泄泻这种急性肠炎，治法还是跟以前都一样啊。同学们，你们不是我说今天讲的这个，就是秋季的所有的腹泻使用的了，你们千万要记住，只不过是重复的，我不用了。重复的我不讲了，但是有这一类的一定还是要辩证着使用。那么按照那个夏季的那个使用去用啊，那个我不重复了。那么秋季腹泻的一个特点是暑虚暑寒的比例开始增加了，就是说在暑热季节，暑虚暑寒的这个比例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少，也有，不是说没有，就是说我秋季发生的这。讲的这几个也可能在暑季你能用得上，但是这个时候用的比例比较少，所以我把它放到秋季来讲了啊，只是这样啊。那么属于秋季腹泻属于脾虚生湿这个类的，有一个叫参苓白术丸，它也有颗粒剂啊，就参苓白术颗粒啊，这个药其实也挺不好买的，因为这个药便宜啊，便宜就不好买啊。颗粒是冲剂，它有角味剂。你去买一下，应该还有颗粒，因为我在上个月还买到了参苓白术颗粒啊，它还生产，它少量的生产，同仁堂它少量生产，我觉得生产这个东西它可能略赔钱一点啊，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动力去生产啊，而且它又不是说销量特别的大啊，所以它不愿意让它积压，所以它不愿意生产，因为你看它这里边有人参，这样一盒药它才卖20多块钱，所以它的成本很高。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它动力就不是很足啊。但是这一类的属于脾虚生湿的，这个人比较疲劳，常年，你们记住，秋季发生腹泻，适用参苓白术的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年四季都泻啊，他春夏秋冬他都拉，只不过到了秋天他拉得更厉害一点。啊，暑湿的这个季节，它拉得更厉害。它可能这种人，他在暑湿那个季节，他也属于虚，但是他在这个季节拉得更厉害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们记住这一类的，他脾虚生湿啊，这一个用参苓白术啊，这个是一个古方子，是宋朝到现在用的一个方子，以补脾益气啊，然后利湿这样一个方子啊，属于脾阳虚的。那么阳虚的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脘腹冷痛啊，就是肚子凉啊，作泻，冷痛作泻啊。那么我们用附子理中丸，你们记住，附子理中丸和参苓白术丸，它们两个之间其实就差了一个寒，你们记住，就差了病机的寒。如果是属于脾虚的这种人，他来了一根雪糕，出现了腹部的这种冷痛，那么就是用附子理中丸了啊。他没有特别强大的界限，他但是如果你要是处于脾虚的这个时候，你用了附子理中丸，他可能有点效果，他也能，但是他化热的时候，他化热的速度会一加速，会加速。而你用参苓白术丸，你吃下去以后很柔和，特别舒服啊。但是你要用附子理中丸，你可能泻的这个症状很快缓解，但它很快就化热化燥了啊。你这个就去辨别啊，你用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属于纯虚的那个就，就是五更泻那个我冬天再讲啊，那我冬天再讲啊。那个叫肉蔻四神丸啊，肉蔻四神丸。以前也有一个病人啊，我说他就五更泻，典型的五更泻。然后我当时说，我说给你开丑药吧，他还挺蛮不高兴的，非常不高兴，是吧？我说你这个正好合适到肉蔻四神丸，都不用加减。我给你开方子也是这个，我说你用这个又便宜还又简单啊。后来蛮不高兴的，后来你去拿去吃，后来找我来吃。他爱上这个肉蔻四神丸了，他恨不得把那药店的肉蔻四神丸都包了。他一拉的时候，他就吃几天就好，常年的弄那肉蔻四神丸。所以说一个人和体质有一定关系，他就属于这一类的啊。寒凉伤中导致的这个胃痛啊，我们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如果要是胃里边胀，有点恶心，有点想吐啊，那个当时暑季用什么？哎，香砂和胃，你看这个学员他，你肯定复习了，是吧？香砂和胃那个是用对适用最多的，胃不舒服，有点恶心，有点想吐啊，有点可能就吐出来，香砂和胃用最多。但如果要是寒凉伤中的，就是如果以胃凉痛、胃部凉痛啊，我记着我上次也给你们讲过，用过什么寒凉伤中的，当时用的是十滴水，记得吗？十滴水，还有我还给你们讲过一个案例，我当时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姜汤，我闺女，姜汤啊，其实就是姜汤。然后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说到这个姜啊，其实高粱姜和姜都是一个科的，它们都很类似，所以它们属于一类药。如果一类药你用对，用到同一个一个病人同一个病情身上都会有效果，它们只是有优劣之分啊。可能这个凉附丸它可能比我说的那个光用生姜合一合，它那效果好更好啊，所以有优劣。我跟你们看到这个，我想到了一个病例，临时想到的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带着孩子在新西兰啊，带着孩子去新西兰留学，这个好，他经常带着这个孩子来找我看病以前，然后那个他去新西兰留学之前啊，让我给他列了个单子，我给他开了一个大长单子啊，就是中成药的单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说新西兰现在是什么季节啊？现在是冬天啊，咱们是夏天，他们那边是冬天啊，咱们这个是秋天，他们那快到春天了啊，这个季节，我把冬春的季节的这个药开始给他罗列一大堆，但是他每个都带了那么一点，可能因为过海关带不多少，然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把那药都消耗没了，药基本上我说用这个药没有了，用完没有了，新西兰也买不到。然后有一次他这孩子在冬天的时候，在商场里玩，商场里特别热，然后就来了个冰激凌啊，吃完了这个冰激凌，这孩子就肚子疼啊，胃疼啊，疼的就窝着肚子往上躺，然后疼疼不行，受不了。然后他说：“哎呀，他说怎么办？我都没有药了，这山楂和胃也没有了，然后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水也不让带。”然后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还有办法啊，我说你那儿有姜吗？他说姜有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姜，他说怎么比较难买一点啊，就是可能得就开车开到那个比较远的超市啊。我说那你对不起了，那你得辛苦一下了，晚上你也得去一趟。我说姜你要最好有蒜，你弄两瓣蒜啊。
然后把姜和蒜一起煮。然后他说这行吗？这靠谱吗？这个我说你相信我吧，这靠谱。我说姜也是一味中药。哎，他后来吃完喝完这姜汤，这孩子还不爱喝，啊，这左商量右商量，又搁了点糖，然后把这喝下去，慢慢的，哎，这个胃疼，一晚上啊，喝了点姜汤得到缓解啊，所以实际上，生活处处有中医呀，生活处处有中医，所以我们都所有东西我们都在观察啊，都在观察。我以前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哎，我这有点跑题了啊，我看还来得及，我跟你们讲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赫尔辛基做访问学者，赫尔辛基做访问学者，那个是北欧的那个地方，他在那儿做博士后。这个是我一个同学，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有的时候我看不好的病我也问他，他看不好的病也问我，我们两个还来个远程会诊啊，经常这样啊。他给我讲了一个案例，他觉得挺得意的啊，我也觉得这。挺棒的，水平，这个思路放得很开。然后他说的是什么病例呢？他说这个孩，他那个他大学教授，就是他的指导老师的这个教授啊，他有一个孩子，十几岁的小一个小男孩，他有抽动症，啊，他犯抽动症啊，但是他的主要是还有一个症状，他有点盗汗，有点盗汗，而且还有抽动症。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中药，他们不吃中药啊，所以他开不了方子。然后说你这是东方来的那个，咱们中医中我那个同学是博士，中医博士，然后是正教授，大学的正教授啊，那是一个，那做访问学者啊，那个做后来做个博士后，那级别是非常高的。然后说那你这个水平很高啊，那你给我们出个方案吧。然后我这同学说这个回去琢磨琢磨，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可把我难住了，就是把我难住了。然后他说他灵光一现，然后他回去跟他那个导师说你们这儿有牡蛎吗？这个牡蛎的那个当时那英文我还查了查，我说你们这有牡蛎吗？哎，有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吃牡蛎啊。哎呦，太好了，好了。然后说那个牡蛎呢，你们吃那个仁儿啊，给孩子拿那个壳煮水。就咱们的生牡蛎嘛，实际上，他就哎，我说你真是挺棒的，我给你点赞。我说后来他那个孩子确实用了这个牡蛎，弄了1个月左右，就牡蛎这个煮水了1个月左右，哎，确实有缓解。他说确实有缓解。当时他的那个博士就是那个导师啊，真的是觉得咱们中医很棒很棒的，就说你们这中医有神奇之处。有那个化腐朽为神奇，他说我们都是扔了的废物，都是垃圾啊！你们能把它当成药物来使用，这有神奇的地方。所以他对我们中医刮目相看，所以我们中医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永远在疗效。你们记住，为什么我们中国中医在非洲、在东南亚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派驻的这些医生过去。治好了很多大病，啊，包括啊，西哈努克亲王他都找我们中国的这些医生，好像是不是越美中还给他们去看过病啊？所以我们中国近代的这些医生啊，他为我们中医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我们要跟他们去学习，我们现在的年轻中医要继承他们的这种精神，而且也要发挥我们中医古代的这种优势啊！这个讲远了。讲到一个梁父完，弄得这么远哈，原理啊，生牡蛎啊，生牡蛎是潜阳，能够平肝，能够定风啊。牡蛎有这样潜阳啊，就比如说我们出现的这种突然之间出现的这个，就是更年期出现的这种燥热的这种汗出，突然之间出现的这种出汗、头晕啊，包括着我们医甲复脉汤，复脉汤里边用的这个牡蛎啊，治疗的我们这个脑病后期的脑病，包括小脑的这个疾病，包括呢脑萎缩的这个疾病，它手抖啊，那我们用牡蛎来吸风、定风，那么就是这个原理啊，它有这样作用。因为那小孩正好出现夜汗比较重，所以他用这种定风的这样的药物、潜阳的这个药物，起到了还不错的作用。但你说比汤药那肯定是要差。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用的用药的情况下能想到这样一个方案，他当时让我猜我没有猜到，起码我没有猜到，他说就是你最常见到的东西，卖了个关子，但我确实给他点赞。这件事情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一个印象，哎，但是在他的那个人生中肯定也激起了一个波澜，因为就这一件事情让他们那个大学对于他的这一个访问学者的这种作用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韩郎商中的这个案啊，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一个女性48岁啊，她本来就是常年的就拉稀，然后她到秋天的时候9月初知道大闸蟹这个上市，但这个人条件比较好啊，吃了不少大闸蟹，然后导致了她就是泄的这个肚子凉痛泄泻的这个情况又发展了，原先治疗了一段时间都不错，然后他就已经一周了，然后给我发了个微信说这个怎么办呀，我要不要开车去找你，我说不用了，我说你这个情况我经常看，我了解你这个情况，你病因也说得清楚了，我说你吃附子理中丸吧，之后就没有再找过，后来在追访的时候他说吃了几天就好了，他就懒得再吃了。这个学员问这个凉附丸和附子理中丸，你看我凉附丸讲的是什么，是胃痛啊，而附子理中丸这个寒凉伤重的是腹痛啊，是起腹的这种疼痛，以胃痛为主用凉附丸，它毕竟还是姜，如果要是以腹痛为主腹痛泄泻这种的话用附子理中啊，这两个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如果你要是用错了的话这两个差别不那么大，如果用错了的话差别不那么大啊。秋分以后的一个健脾食疗方案你们特别喜欢吧，刚才我跟你讲荷叶包饭，荷叶既有生清阳的作用，生清阳健脾利湿的作用非常非常好，这个荷叶是我在夏天最喜欢用的一个药物啊。有好多人他们说我夏天我想找点东西泡水喝，我说泡荷叶吧，这个泡荷叶吧，哎，有的说荷叶都买不到怎么办呀，那个我说没事，你等过两天吧，过两天那个公园就把那个荷叶全都捡了，你别现在去啊，你们别现在去公园救荷叶，那也不道德，我别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去把公园的荷叶都救秃了，等到他们那个九月份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修剪嘛，有些荷叶就会扔到岸上，这时候你捡回去，你看着比较新鲜的，别腐烂的，你把它刷干净了，上面有毛刷干净了，这样的话做点荷叶包饭还是可以的啊。淘宝还有卖的，那都是在哪个地方给人揪的吧，还是自家养的啊。嗯，好，就是咱别去公园里乱揪就行啊。我告诉你们鲜荷叶挺好的，但是你们别去公园里揪啊，就是千万记住这个。啊，说我说的。然后我赔钱是吗？秋分以后止泻的一个食疗方案，你们记住秋分的这个以后啊，这个属虚的比较多了，这个时候就用山药就比较好了啊。山药口感有点涩，因为它有一点是收涩的作用啊。山药治疗的这种腹泻，大家记住了，山药治疗的这种腹泻一定是脾肾都虚的，如果这个人啊尿老频尿频啊，而也夜尿也频，老憋不住尿，喝点水就想尿，然后大便还比较稀一点，你们记住这个山药就挺管用的。尤其有些小孩，包括可能特别小的那种小孩，几个月的这种小孩啊，我经常给他们，我到秋天的时候给他们磨点山药，就把那个山药磨成泥啊，山药泥啊，刚嘎腐蚀的时候吃点山药泥，哎，就能止这个腹泻。这个因为这些小孩他肾气不充啊，脾肾都不充，没有充养的时候，这个孩子可以用山药啊。老年人有的也可以用山药，因为它毕竟是个食疗方案。但是你们记住，如果大便秘结的、大便粘滞的就不要用了。如果大便粘滞、大便秘结、大便干的不要用啊。秋季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治病特点，我们讲了，刚才讲了。我们在夏季的那个中成药使用中讲了，这个夏季的心脑血管疾病属虚的多，但是还有包括我刚才讲的秋季的属虚的也多，有些疾病，但是你们记住秋季的这个心脑血管可是属虚属实的都多啊。为什么呢？我这个话上讲，因为好不容易到了秋天，
可是有点胃口了，然后再加上以贴秋膘为名，吃点好的，打鱼打肉，所以这个季节痰湿这一类的挺多的，痰湿诱发的这种冠心病、心绞痛就挺多的了，在这秋天的这个季节比较多。所以一方面在夏季开泄之后，气虽安泄，有属虚的；另一方面，秋季贴秋膘导致的这个属实的痰湿积聚的也挺多啊，就都有啊，这都有。如果属于肝郁气滞类啊，如果属于肝郁气滞类，可以用柴胡疏肝丸。肝郁气滞类的这种胸闷疼痛，这种心绞痛，它发作特点是什么？以闷痛为主，就是以我闷痛，甚至到两胁的这种闷痛，以闷啊，以气闷、气短、闷痛为主啊，以生气诱发，生了气导致的这个闷啊，这个可能一查也是冠心病，但是这一类的。你用理气的为主啊，如果以刺痛或以疼前后心的这种闷痛，以刺痛为主啊，这一类的舌头上有瘀斑，舌下静脉青紫啊，这一类的以活血药啊为主，以活血的就是复方丹参片。复方丹参片呢，我常常配合消杀和胃丸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我给大家用，好多人用复方丹参片啊，然后他们吃完，有的人吃完了以后胃疼，然后后来呢，我就有胃病的人，我都加上消杀和胃丸。后来我发现没有胃病的人吃复方丹参片，因为他这个有，因为这个心脏冠心病，他吃的时间相对来说叫较长一些，一吃可能就是半个月、三周、4周的这样的。他有的胃本来不疼的，他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也疼，那后来我干脆直接不管。都配上啊！你们记住把这俩配一起啊！其实丹参饮里边，我后来发现丹参饮里边就有砂仁儿，所以我们古人配方它都是很精到的啊。所以这个复方丹参片等半天把砂仁舍掉了，就是丹参饮把砂仁舍掉了，它就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复方配的就稍微差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气滞血瘀并重的。如果你也辨不清是气滞还是辨不清是血瘀，其实血府逐瘀口服液你可以试试这个的话，刺痛、闷痛这一类，主要是心上像压个大石头这种疼痛。如果他要是由于生气诱发的，又出现刺痛啊，你可以考虑用柴胡疏肝丸加上复方丹参片这种思路，也可以直接就用血府逐瘀口服液，也可以啊，这两个方案都可以。还有一个痰湿阻闭胸阳啊，那如果胸闷气短伴有胸痛，是因为痰湿后发作的，吃多了啊，舌苔厚腻，大便不畅，你们猜能用哪个中成药？你们猜猜？消杀和胃还不够劲儿，这个有点跳跃，稍微有一点点跳跃。保和丸也稍微差点劲儿。欠点劲儿，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瓜蒌泻白半夏汤这个方子，所以这个方子比较像的，有点跳跃。你们看看，消积止咳口服液是不是有点跳跃？小孩消积止咳口服液，你要成人用的话，你比大孩再多一点啊，比大孩再多一点。但消积止咳口服液有一个缺少一个，因为它止咳的，所以缺少一个通阳的药。啊，你们去回去看《瓜蒌泻白半夏汤》里面，泻白它是蒜，像蒜这样的东西，它辛通的。枳实泻白、桂枝汤、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这它有总有个辛通的药。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葱和蒜这两个辛通的药食物煮水，给它，然后对着这个消积止咳一起吃。这个是不是有点突破你们的，有点突破常规了？可能他们觉得你们这是蒙古大夫啊，蒙古大夫，但是药物本身，你用到极致，它就是这样。你不是用它的名称，你是选它的组方，你是选它与症候的相合的程度。你发现它合，你就可以用。它不管是它叫什么名，没关系啊。这是我创造的啊。如果属虚的啊，胸闷气短，心悸频发，动辄更甚，用哪个中成药啊？用哪个中成药？夏天。跟你们说的，有人回答一下。用生脉饮。哎，
这不能掰像熊瞎子掰棒子一样掰，掰一个掉一个啊，不用害怕啊，这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发在不同的季节，病还是一样的病，它属虚的这种，一动就发心慌啊、气短这一类的。那么生脉饮，生脉饮这个东西啊，我原先特别爱用，我用人参方的，用生晒参的方的，我后来发现生晒参方怎么就没有了，淡出市场了，啊，退出江湖了。啊，现在只剩红参方和党参方了，可选择的余地小了，这两个都不太好。所以后来我发现生脉饮已经快从我的名单中被剔除出去了，我就只能选择一个备用药。那这个备用药是什么？参松养心胶囊。我们来看看参松养心胶囊哈，人参、麦冬、五味子，它是生脉饮加味，而且它这个里边还有一些有一个活血药，而且还有个甘松啊，能平。还有丹参啊，所以说这个方子配的还不错啊，我想这个方子配的不错。后来我用了几次这个参松养心，在适合生脉饮的这个病人这种情况下用参松养心，效果还比生脉饮还好。后来我发现我用这个吧，啊，改用这个了啊，因为生脉饮我只能用红参方了，用完了以后燥热，所以改用这个反倒还挺好。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这个啊，这一个替代方案啊，属虚的啊，高血压眩晕。啊，这个季节出现的这种肝阳上亢的这一类，强力有一个方子叫强力定旋片，我下期跟你们讲的啊，那些你们回去再看啊，不是说我夏季讲的那些中成药就不能用了，在秋季，只不过是我夏季讲的那个中成药，在夏季可能你遇到的情况更多，但是秋季也会遇到那样的。秋季讲的这个中成药不是只能秋季用，夏季也能用，春季也能用啊，只不过是我讲过的我就不再讲了。强力定旋片，这个平肝的，你们记住，这是平肝的。如果这个是高血压眩晕，而且这种人一定是体质比较壮实的人啊，体质比较壮实，你们记住，体质比较壮实的这种人，他出现的这种高血压眩晕啊，可以用。如果肝阳上亢，欲动风内风，欲陷心包，就是说这个痰热比较重，这种人痰热比较重，常年的这个舌苔比较厚腻的啊，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样的人容易内陷心包啊，这个时候一发中风，内陷心包以后中风以后，我们用的是安宫牛黄丸，在安宫牛黄丸之前就是牛黄降压丸。这时候血压特别高，出现了高血压危象，或者是出现高血压脑病的前期，这个时候血压很高，这个时候用牛黄降压丸，它再发展一步就中风了。也就是说，它这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现在这个血管都崩到这个程度，它再紧一点这血出来了，这个就是内陷心包了。现在这个时候，它其实你回去对比一下这个啊，这个和安宫牛黄丸很像，它的组方啊，所以牛黄降压丸这个是那个时候用，所以这个血压一定比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还要高，这个应该是在高血压脑病、高血压危象的时候用，要一般情况下你就来这个的话，相对来说偏凉一点，偏凉一点啊，而这个因为有了降压，所以大家都把它当成常规用药了，这个不太好，我不太同意这样。所有试药都有应该有适应症的慢性心功能不全的一个病例啊，这个77岁女性，高血压多年，左心室肥大，秋季发病，胸闷气短，动作汗出，偶有心慌，口渴吸引，舌淡暗苔少啊，予以参松养心颗粒，她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好，这个就是我说的一个病例，它效果还不错的。后来因为以前要这样的病例，我更倾向于用生脉饮啊，但这个情况，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这个人有糖尿病，啊，有糖尿病，所以那个生脉饮里边糖含太高。后来我参松养心，我觉得挺不错的啊，这个也没有含糖，所以这让他用这个吃一段时间啊，效果还不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38岁的一个男性啊，这个体质比较壮实啊，就大概有180斤啊，体质非常壮，他爱生气，情绪不好，9月份发病，高血压，烦躁易怒，头晕或疼。他一跟人生气以后就头晕，严重的时候头疼，血压一量大概156啊，体质特别强壮，大便比较干结啊，舌红苔黄。我给他用强力定旋片，他吃完了以后，他一下子觉得脑子清亮啊，他说这个药真好使啊，他也买了不少，囤了不少啊，他一血压一高的时候就来点啊，对，他就有的人就会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他发现这个好，他用上它好，每次用它都管用。它要是这会儿用管用，下次用不管用，它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往往是发烧的时候会这样。
啊，他这次用了这个，哎，管用，下次我还这样用，哎，不管用了，怎么回事？哎，他还问我，啊，我还得告诉他，啊，然后多了以后，他就发现，哦，原来发烧治疗还分季节呢，啊，还分季节呢，啊，不是光分风寒和风热，啊，还有暑湿，啊，还有各种各种，还有秋燥呢，啊，于是他就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了，啊。最后一个最后一篇了啊，咱们今天其实我已经把大家耽误的用完了。三七粉，三七粉是一个保健品啊，这块能天天吃吗？不能。听其实所有的东西你们记住。所有东西你们记住啊，所有只要是食物的东西相对来说偏性小，所有它变成药物它一定偏性挺大的。你所有东西只要是药物长期吃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偏性啊，所以什么东西都别长期吃啊，只能是阶段性吃，比如说他有淤血这一类的你可以吃黏着吃上一个月两个月啊，别长期吃。你包括我们那个做完支架以后要吃的这个塔丁类的，我们还都要需要去查一查这个血常规中看血小板的这个情况，何况我们中药的这个东西你咱们又没有一个判断标准，你常去吃总会产生副作用。所有的东西你们记住了，包括网络学员，我告诉你，所有东西只要是药都不要太常去吃，把它当成无毒无害的。所有的东西毒性不大的东西只要你常去吃，日积月累它就容易产生毒性，就容易产生毒性啊。好了，我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